大家好，我是伍秋风，今天中午都能来我家。我们今天可以挑战1000元吃饱饱的活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在我家附近有生鱼片，你们爱吃生鱼片吗？不爱吃。你爱吃生鱼片吗？我比较偏向牛排。我喜欢吃帝王蟹的脚。对不起，没有，我们必须吃生鱼片。不要那么废话，所以我们就看1000元能不能让你们吃饱，好不好？那你从哪里变出来的？我口袋里就是会生钱出来，什么没有啦，走啦。今天来生鱼片吃到饱，我们就直接点综合刺身5盘1000块，来喽！我们是不是把像合体一样动动动动？好，好，死给！1000块的生鱼片就是这些，感谢，这样就1000块了。一盘有9片，9×5=45，45片，哇哦，45片1000块。黑鱼要吃第一块了，第一块。哇，我们都还没有吃，你就吃，不会不好意思吗？还好啊，包了也要吃了，哎，好吃哎。你太蛮新鲜的，小燕要吃了吗？其实我对鲑鱼没有爱，所以我要吃鲑鱼跟旗鱼。啊，你要吃鲑鱼是不是？好啊，吃。我也来吃一块。好像比太好啊！待会儿家不用了，又不是大冒险。感觉1000块很快就吃完了。对啊，这应该是最爽的1000块。是什么？厚切牛肉片。小燕说吃这些生鱼片他不会饱，他还要点饭。这些生鱼片只足够他塞牙缝。你们都点冻饭哦，你们吃得完哦？可。你们这么会吃，冻饭很大碗哎。对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新鲜的生鱼片了。你看他们，每个人都加点一碗饭。这对黑鱼来说是小配。你们太猛了吧！我小看你们了。所以就是要拍什么2000元能吃多少系列？1000元根本不够你们吃吗？就梦是这样子饱，是这样超饱的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难怪这个长得好快。不要跑！说实在，真的蛮多的。你们真的可以吗？做一个瓦萨米给你们吃，就是瓦萨米是瓦萨米嘛，对不对？那瓦萨比上面放一点饭，这是不是就叫寿司了？没有，完全不是。握寿司，来，黑羽，我帮你做了一个瓦萨比握寿司。没关系，我晚一点看考虑。瓦萨比握寿司，哎，不要抛弃它。超，你饭的比例也太少了。那不然再加鱼肉好了，这样子。好像有比较好一样。哎，起码先把这个吃完，一人再吃2片，1000块就这样吃完，空空如也。他们还有额外加点，我已经吃不下了。我不得不说，你们很会吃哎！对，1000块就这样子。快！有没有吃饱？好饱，好想吐。有没有吃饱？有。有没有吃饱？快吐了。可是我发现1000元根本不够你们吃完，你们各自点了一碗饭。我们大概点了5盘生鱼片，大概四十五片，所以他们一个人大概平均一个人吃20片。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45片。我随便算的。20片应该真的会吐吧？20片到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就一人吃2片或3片。所以就是20片、3片。是呀，小爱蛮会吃的嘛。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今天来捧场，我们下期再会了，拜拜。你看，这一块不只是这1000元的其中一个，也是秋风请的，所以价值非凡。他很会嘴，我有等你什么好处吗？有啊，请我吃这一块，不错不错。